我是来送咖啡的。对，送咖啡的。对。嗯，好喝。好喝啊。但是这个比例啊，可以再精准一点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注意啊。嗯。啊。嗯。好喝，好喝。再加油。啊，你是那个？哦，我想起来，我还有工作没有忙完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来来来，咱们一起敬研墨一杯。来，研墨，敬研墨，敬研墨。我觉得研墨能在工作上搞定教授，确实厉害。那真不是我吹牛啊，这搞定顾远这也太容易了。我不光能在工作上搞定他，在生活上我也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用生活上怎么搞定啊？你信不信我现在随便打一个电话，他立马就能出现在我面前？不可能，教授最讨厌这种聚会场所了。是啊，他就是再讨厌。我一声令下，他也得出现。哟，这么厉害！那你打，你打。嗯，顾远之，你现在有15分钟的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按照我给你的定制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命令我？对，我不仅是在命令你，而且我还在威胁你。如果15分钟你不出现在我的面前的话，我可不保证我不会酒后吐真言，不小心说秃噜嘴啊。比如照片上的女生就是我。所以15分钟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好。好，我等着你。15分钟。牛啊！厉害呀！迟到了15分钟，你没说什么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迟到了15分钟，你没说什么吧？我还没来得及说，但是你既然来了，你就得让我开心。如果我不开心，我还是会说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，当然是把你灌醉，我好去洗。你笑什么？是不是应该让顾教授喝一杯？对。不喝。那天晚上。喝酒了！哇！再喝一杯！教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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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授！今天这么高兴，肯定不能我一个人喝。研墨，这杯我敬你。喝就喝。
我摊牌，我倾慕你很久了，倾慕你的人品，爱慕你的才华，我是你的颜粉。你真的是颜粉？那你告诉我，我上周接受采访时穿的西装好看吗？我觉得那西装非常好看，简直完美。我上周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采访，你根本不是颜粉。是吗？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啊，我先回去睡了。等一下。你说。你必须解释清楚，你现在这样的行为很流氓。流氓？拜托，我都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只是走错了房间。你不许走，你今天不解释清楚，我就要报警了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你报什么警？让开，我要回房间。主任，怎么样？取血成功了吗？失败了。失败了？哎，别提了，这古代男人怎么都这么凶险？看来我得再找机会，早晚炸到他。失策啊，失策！我现在不仅取不到他的血，而且连接近他身边都不可能做到，我这脸是没法要了。主任，小欧想到一个可以接近顾衍之的办法，但是你可能要受点委屈了。你跟我说说什么办法？小欧调查到顾教授的研究所正在招助理。你让我给他当助理？是可杀不可辱，不可能。可是主人，不接近顾衍之的话，取不到血，你是真的会死的。你说有道理，那你给我伪造一个现代人的身份，然后准备一份简历，我去应聘他的助理。好。